Hello，欢迎回到区块日报。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暧昧的揣测九月的走势。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麻烦帮我点个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开始吧。那讲到九月哦，九月往往呢，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或加密货币市场里面呢，永远都是这个最糟糕的一个月份哦。那这个当然是以平均值来说啊，就是在往年呢，九月的这个投资报酬率呢，往往是这个一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月哦。那在明天九月到来的同时呢，我们该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那第一件事情呢，当然就是这个美联储的 FOMC 会议。那这件会议呢，会发生在九月二十号到二十一号。所以说呢，在二十一号，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下一次美联储加息会加多少。那在上周鲍威尔在这个 Jackson Hole 这个地方发表言论之后呢，这个九月二十一号加五十个基点的几率呢，从原本的三十六 percent 提升到四十五点五 percent。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几率是提升的，因为上周他这个演讲呢，被大多数的人解读为这个非常的鹰派哦，但是相对的这个加息的五十基点的几率反而是从三十六 percent 加到四十五 percent，那加七十五个基点的几率呢，则是从这个原本的六十四 percent 降到五十四点五 percent 哦，所以这就是我多次提醒大家，就是为什么看这些新闻啊，还有这个华尔街怎么解读某件事情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就是非常注意，因为他们这个永远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着想哦，所以以今天这个数据来看呢，这个就。 九月二十一号加息呢，基本上是一半一半落在五十跟七十五之间哦。那关于最后到底是加息多少个基点呢？那我们就要看这一页哦，就是这个八月的 CPI 数据。那八月的 CPI 数据呢，会在九月十三号公布哦。那如果八月 CPI 数据显示出来通货膨胀问题有明显的改善的话呢，那我相信九月二十一号加五十个基点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哦。那相对的，如果这个 CPI 数据比预期中的还要糟糕的话呢？ 那加七十五个基点，甚至一百个基点，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哦。因为美联储目前的这个首当任务呢，就是要把通货膨胀的问题解决哦。所以这个九月十三号这个通膨数据呢，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在之前的几个月呢，这个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 FOMC 的会议，还有这个通膨数据。那在九月呢，会比较不一样，因为九月还有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以太二点零的合并。那这个合并呢，预估会发生在这个九月十号到九月二十号之间哦。那对于以太二点零， 合并呢，在实质上呢，其实对以太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哦。很多人都错误的以为呢，这个以太一升级到这个二点零呢，就会解决掉这些气费的问题，还有这个交易堵塞的问题哦。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哦，因为交易堵塞跟这个气费呢，是要透过 sharding 去解决的。那我在之前这个以太二点零的影片介绍中呢，也有提到。 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个以太二点零合并的这个细节呢，你可以去上面找这个连接去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看完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以太二点零的合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会比较了解哦。那基本上在这个合并之前呢，所有的这个价钱波动呢，都只是一个炒作，就是要看机构怎么拉盘，然后看这个散户的这个风魔情绪有多高、哦。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离这个合并只剩下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时间了、哦，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这个价钱的拉升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对于以太二点零呢，就是变成 Proof of Stake 这个长期下来应该是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所以如果你今天像我一样是长期投资者的话呢，不应该会为了这个合并而去进行这个额外加仓或者是额外减仓哦。那稳稳的 D C A 应该是最稳的一个策略。 那在九月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Cardano 的 b a s e 硬分叉。那这个硬分叉呢，原本是预估在这个七月哦，那被延迟到了八月。 那最终呢？现在应该看起来，如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应该是会在九月执行哦。那关于这个 b a s e o n 分差呢，我觉得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他们都觉得说，哎，这个 c a p t n 项目啊，为什么都会一直 delay 啊？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 Charles Haskinson 就是会让项目一直 delay 啊？等等哦，那大家就是完全搞错了这个问题的初衷哦。 因为卡 a 诺是一个非常去中心化的链，那它的决定呢是由这个矿池的营运者还有持币者来投票决定的、哦，所以卡 a 诺这个生态链呢不属于 Charles h i n o n 一个人哦。 它比较像是一个属于大家的区块链哦，所以今天有任何 a 类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其实跟 Charles 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因为 Charles 就常常讲一句话，Cardano is as much mine as yours，就是说呢，Cardano 的生态链呢，就是有多少属于它，就是有多少属于你的、哦，它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体系，所以在 Cardano 生态链很多重大决定呢，并不是由 Charles h a t i o n 决定的、哦。 而是由所有持有 A 打 B 的人来决定的。那这些事情很多人都是搞不清楚，所以在这边每次有任何问题就攻击 Charles h 我也是觉得蛮好笑的。但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大部分的散户跟这个普通人呢，就是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并不希望我的观众呢持有这种很主观但是错误的想法。那关于这个以太的合并呢，还有这个 Cardano 的 Visual 分差呢，我之后会做一期细节的影片来比较这两件事情哦。 OK，那我们开始看新闻吧。第一则新闻是关于 JP Morgan 这个区块链的这个 director 他说的一句话，他说 “Most of crypto is still junk and lacks use cases”。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他认为目前呢，这个区块链里面的项目呢，大部分都还是垃圾、哦，然后完全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有任何的使用度。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之前有做影片很多次跟大家提醒过这件事情哦，就是目前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 stage 呢，就是它现在处于的一个时期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早期哦，你可以把。 想象成，呃，婴儿时期或者是可能两到三岁的小孩子吧。所以说呢，这个大家都在炒作这个哦，你在你的链上有多少 t v l 啊，有锁多少钱在上面啊，或者是你的这个链上有多少的这个 App 是有 use case，就有很多人在使用啊。其实这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没有意义的、哦，因为其实你只要看看身边的人，然后问问身边的人有没有真的人在使用区块链技术，或者是上面的 DeFi 项目交易啊之类的、哦，那你会发现这个一百个人里面可能连一个人都没有、哦。所以真正的 use case cases 呢是要这个在日常生活中的人呢，就是身边的朋友家人，如果都有在使用的话呢，这才是真正的普及化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任何加密货币的项目，defi 啊等等哦，都只是一个炒作的话题哦。那今天这个 J P Morgan 的这个区块链 director 也跑出来说了。 他就是认为目前这些项目呢，基本上都是垃圾，就是没有任何的实用性。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大部分主流媒体怎么报道，然后就被这个带风向啊。就是他说哇，这个以太很多生态链多好啊，多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人在用的话，这些其实都是白谈哦。下者新闻呢，也是关于这个 crypto adoption 的，就是这个加密货币全球化的。 那这则报道呢，主要是在说这些加密货币的项目啊，应该要跟 SEC 合作，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彼此的这个监管方式哦。那 SEC 的 Gary Gensler 就多次说到，他认为只有这个比特币是 commodity，然后剩下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加密货币呢，其实都会被归类为这个 security，就是像股票这样子哦。那这个在我节目当中，虽然说大家知道这个我很喜欢 Cardano，那我本身这个以太坊也是在我这个投资组合里面算是重仓，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主流的山寨币。 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除了卡塔诺之外呢，我其实很少聊到其他的山寨币哦。那其实主要的时间呢，都是花在聊比特币和比特币的走势。 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比特币，我认为是在这个加密货币市场里面唯一最安全的项目、喔。因为比特币呢是没有任何开发者的，它是没有任何 CEO 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Satoshi Nakamoto 是一个就是匿名的人嘛，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谁。那非常有大概率的几率呢，是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说，当一个项目呢，它是靠着这个 community，就是这个社群呢，大家去推广出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legendary 的事情，就是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史诗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同时，我也认为这个比特币的故事呢是非常非常难被重复或者是复制的、哦，因为今天很少会有一个这个超过多少 billion，甚至一个 trillion 的资产呢。那本身这个 CEO 跟创办人呢却是匿名的、哦。那匿名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当这些监管跟这个美国政府啊等等想要去这个制裁他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制裁的、哦，所以今天比特币呢，就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一个资产、哦。那假如说不管是以太币啊，或者是这个 Cardano ADA 啊，他们都有一个非常 polarized 的 CEO，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这个项目的领袖吧。那以太当然就是这个 b a t l i r Buterin，那 Cardano 是这个 Charles Hoskinson。所以今天不管是 SEC 或者政府呢，如果要找这些项目的麻烦的时候呢，之后呢，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哦。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看我的观众朋友还是比较多，所以我也是不停的呼吁大家，就是购买比特币，因为比特币是最安全的。那如果今天你想要就是 take on 更多的 risk，就是你想要承担更多风险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些就是山寨币的东西哦。但是大家可能都有发现，我是绝对不会鼓励大家去购买山寨币的，就连 Cardano ADA 也是一样，我基本上从来没有告诉大家说要去买这个币。那我做的事情呢，只是介绍不同的山寨币给大家认识。那至于最后要不要投资，投资多少钱在上面，这个、就是。 个人的选择了，但比特币的话呢，虽然说大家还是觉得说波动很大等等，但是我自己却觉得这个比特币本身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下则新闻呢，也是这个关于监管的。那 Jamie Basa 呢，他是其中一个这个区块链投行的一个主管。那他今天呢，就表示说呢，监管对于加密货币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说呢，他认为加密货币目前为止呢还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板块哦。那今天这个板块想要成功的这个成长跟茁壮的话呢，呃，处于一个正确的环境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这个监管的 clarity 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监管的 clarity 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监管的透明性啊，就是说今天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透明的法规，呃，明确的告诉你说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资产，什么东西是可以买，什么东西是不能买。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整个加密货币的成 才会有一个正面的效果。下则新闻是关于 Sandbankman Free 的。那之前有消息指出呢，这个 Sandbankman Free 还有 FTX 试图尝试购买这个货币哦，就是持有他们大量的股份。 但是今天，Sam b a n k m a n f r e e 跑出来表示说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消息哦。那关于 Sam b a n k m a n f r e e 和他他的这个公司 Alameda Research 呢，之前就是有多次想要尝试购买这个 Voyager 啊、Celsius 还有 BlockFi 这三个就是濒临破产的公司哦。那在这些消息流出之后呢，就表示说这个他有在考虑要购买货币哦。但今天这个消息就被证实是一个错误的讯息哦。所以在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当中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假消息。那今天对于任何新闻呢，新闻发生的时候我会这个报。 给大家知道，但是如果有任何时候这个被确认是假消息的时候呢，我也会出来让大家知道。所以今天呢，我的工作呢，就是在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在加密货币世界当中发生的事情，不管这个新闻是有可能是假的，我也会在第一时间让大家知道。 下则新闻是关于这个比特币挖矿的。那这个已经有报道指出呢，比特币挖矿呢，在最终有可能变成 zero emission，就是完全透过这个零碳排放来进行这件事情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今天很多的 Bitcoin mining 已经走向这个利用 flare gas，还有这个浪费的气，就是、在很多油田呢，他们制造油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非常非常浪费掉的资源。 那之前在几个月前我就有报道说，很多这个浪费资源呢，现在其实都是用来做这个比特币挖矿了、啊。那关于比特币挖矿呢，也越来越多公司走向这个使用太阳能啊，还有再生资源，因为挖比特币最重要的这个开销呢就是电费，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今天如果挖比特币的公司跟矿工呢，如果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地方使用完全的再生资源的话呢，对于他们挖到比特币的这个盈利的部分呢，也会增加啊、哦。 那关于比特币挖矿，很多人还是不停的在制造这个发的消息，就是说好像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浪费电的事情啊，或者对这个环境是有大大的影响啊等等但是散播这些消息的人呢，往往就是这些机构哦、啊。那他一边在释放出这些比特币的不好的消息，那他一边在这边释放着比特币挖矿的负面消息，那另一边呢，则是不停的在购买啊。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数据，还有一些事实上可以看到呢，这个比特币的挖矿呢，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糟糕哦。而且这个趋势呢，是逐渐的走向这个绿色能源哦。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挖矿呢，是有百分之六十三已经是使用再生资源了。所以很明显看到这个就是未来的趋势。那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看到这些比特币挖矿的负面消息的时候呢，你都要思考一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要因为看到一个标题呀、啊。 然后就认为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这样子、哦，因为不管是媒体啊，或各大的 YouTube 博主啊，他们做的事情呢，都是利用标题来吸引这个眼球哦。那大家都知道，我其实很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毕竟呢，使用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呢，这个吸引更多人去看呢，是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博主跟这个新闻的主要的收入哦。 所以他们这么做也不为过啊，就只是身为读者的我们呢，就是要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呢，要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然后去判断说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哦。下一条新闻是关于这个币安支付的、哦。那币安支付呢，在今天跟这个 U A E，就是这个阿球联合国吧，达成了一个共识呢，就是说可以透过，就是你可以透过加密货币的方式呢，去还你的贷款哦。那这个贷款不管是这个房屋贷款、啊、或者是商业贷款，都可以利用加密货币的形式去支付哦。 那关于这个 UAE 这个国家呢，大家都知道他们在这个科技上面是非常非常发达的。那大家这个第一个想到一定就是这个赌拜。那在赌拜呢，这个加密货币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盛行。不管你是要吃饭啊，或者是你是要买一个超跑，或者是要买一个房子啊，都完全是可以透过加密货币来进行这些事情的、哦。那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 UAE 又更加的走往前走了一步哦，就是往后呢，你可以透过加密货币来还你的这些贷款、哦、不管是商业贷款、啊、房屋贷款这些东西哦。 那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呢，那个这个币安呢是在熊市当中呢，不停的建造他们这些基础设施哦。那相信在下一轮牛市来的时候呢，这些所有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在熊市当中建造出来的这个体系呢，都会被放大十倍、百倍哦。然后最终都会反映在这个币价上面哦。所以大家就是需要有耐心。 最后一个新闻是关于 Crypto.com 的、哦、这件事情，我看到也是蛮傻眼的，但是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就这个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Crypto.com 呢，在对于他们其中一个客户呢，是原本要进行一个一百块的这个退款，但这个一百块呢，却是意外的变成一个十点五 million 呢、哦，就是这个一百块的退款呢，因为他们自己的疏忽，最终是不小心转到了这个十点五 million 给这个客户哦。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这个客户拿到这个钱的同时呢，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啊，这个客户在拿到这个钱的同时呢，他马上就是买了一个五个房子的这个豪宅哦，那花掉这个一点三五 million。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这个 Crypto.com 就找上这个人哦，然后要求他把这些房子卖掉啊，然后要试着把这个十点五 million 的钱给拿回来啊。那他们的说法是呢，这个钱转给你的时候，如果不是你的钱呢，你就要自己也知道要还给对方哦。那对于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因为如果今天呢，这个 Crypto.com 是个 DeFi 的体系，就是这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的话呢，那如果这个钱转错了，就是转错，那这些钱就是属于这个人的、哦。但是今天因为 Crypto.com 是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所以说他。 他们今天就有权利这个去请律师来告你啊，去把这些钱拿回来啊，等等这些行为哦。那如果今天是你，这个应该是要收到一百块退款，结果最后你看到你的账户里面是一千零五十万，那你对于这笔钱你会怎么处理呢？你会乖乖的这个告诉这个交易所说：“哎，你们转钱转错了、啊。” 还是你会像这位朋友一样，就是马上把钱提出来，然后拿去买豪宅啊，然后把它花掉啊，等等。欢迎你在留言区就是跟我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今天新闻就跟大家过不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呢，请帮我点个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明天见啦，拜拜。